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拓宽了我的视野，我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过。哎，溜得好了我就救，溜得不好我就不救了。对啊，分奴了，打排位打法。嗯，对，我们这边今天连麦的是咖哥啊，就是咱们前职业选手，现 IVL 官方解说咖哥，老怪咖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我是怪咖。哎，结果啊，咖哥他跟你说的不一样，他这边直接来大房。哦。哎，看 ID 抓人。啊？怎么说这个 ID？ 这个 ID 就对吧？抓个挑个菜的抓。怎么从 ID 上怎么能看出来？因为就是都是直播间的观众嘛，然后呢，这位木成影他是一个监管者玩家，然后呢，他们这边是就人不够，所以说他监管者来打求生者的。好，那么相对来讲呢，我也不能用菜这个词啊，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解说，我得用就是并非他的本行，他打到过 S2 的使徒。然后监管者其实会的都蛮多的，但他的求生者呢，就实力应该是就比我稍微强那么一丢丢。好，嗯，金身鱼女上来顺利的击倒了。嗯，还是要给一刀先。哎，先把球踩了，看能不能先给一刀先。签谁签？好的。哦，没开爆发嘛？没开爆发，没球也在 CD 就签了。那好像这把鱼女，而且这个鱼女她没有做出改变啊，她昨天是一个张狂加底牌，今天还是照样张狂加底牌，我就是自信，有时候还真挺有用，哎，对吧？我就赌，我就赌你们第一波溜不动，专业不对口，哎，说的很有道理，他是想来打监管者的。但是呢，队里面有一位，他是 S2 使徒嘛，然后队里面有位 S1 使徒。好，他俩碰一块儿。哎，对，那只能让 S1 上打监管者了。这边求者，我觉得可以卖掉这个画家。嗯，应该是就是这么想。对，因为你还真别说，这套阵容真的给求生者蹭到三人开门战了。如果说状态好，道具有的话，三人三跑的可能性还是有的。对。因为上帝视角来看是没挽留的，对，没收到。哎呦，这波没收到记者，也没想法。嗯，哎，我隐约感觉这个局求生者输不了。对，确实，后面带兴奋的话很难衔接上节奏。对，他这波得求生者这边出点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倒遗产了。好像鱼女才能赢，他得先拿到第一刀，然后在底牌切闪去带走一个才行。哎，这边起爆发，飞轮交了，球交了，还有颗爆发球，那球先踩了吧。这把我觉得鱼女这个时候其实，我觉得以他的这个实力，应该是能够清楚的判断到，其实现在是求生者的优势啊。我相信可能会有观众会觉得这个局现在，哎，你看鱼女上来抓人那么快，但现在这个局在我看来，我觉得是求生者的优势局。嗯，被拉扯麻了。对，他在挂飞一个人以后，没有续上什么节奏，只是单单的消耗了击球手两颗球，真的不太够用。对的，所以说这就是求生者永远掌握主动。我一溜我可以没溜好。哎，对，就是我们打拉扯还是能平，是是是，所以说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个阵容，对吧？把记者换成囚徒，哦，太好了，对吧？我溜得好了，我过来跟你打，冲四人开门战；我溜得不好，对吧？卖一波。鱼女其实这个角色她很难快速的去续上第二个人的节奏。嗯，现在就是画地为牢，对，一直在封密码机。但是他现在封住密码机，你看他冲刺也想去管第二台，嗯，可是他冲刺过去的话，叉又已经收了，等于是过去被溜。对，真没什么办法。要不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就鱼女老老实实，其实针对一个点，三选一，想来想去，记者好抓点。哎，这个击球手是不是飞轮双弹呀？他刚刚交了飞轮，我看一下。哎，他不是双弹。其实如果说这个时候能发现有一个飞轮双弹没有大心脏的点，倒是可以针对一手。
慢慢的消耗求生者，这个求生者有点耗不完，不好耗，不好耗。主要云雨就是赶路过来以后就没办法抓人了。他这把如果说，因为这个金身还没有用过嘛，他这把如果技能带的不是金身，带的是一个什么呢？移形可能会好一点。确实，反正也没用上。哎，开门战估计也不太会用。哎，这边起爆发，收叉五十，闪现敢打吗？不太敢。闪现闪了也不一定能击倒。对。他这个天赋是不是应该有聚钱的呀？没聚钱。没有没有，他这个天赋卡得很好。不过好像有机会形成击倒了。啊、还是要控，继续控。还要控吗？一直找机会。这波其实是可以考虑把记者击倒了。对对对对，这边的话有机子可以守。地球手换位置，等下个啥？就他这三台，如果让监管选一台给求生者压机的话，他肯定是选择让海贝压，可以离门远。对对对对对，把大门控住，小门太远。但这里没椅子了，好难受啊！啊、而且他自己应该是第一时间也没意识到，打太久了，对对对，没想到。对，中间拉扯的有点太久太久了。压好了，压好了，古董过来，还行吧，至少手里面有个人。嗯，看一下了，一棍，这个、小圈能不能画到？哎，再补。画到一波，打针队，这里炸一下，密码几点亮？针对吧，针对吧，没外流太恐怖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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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那边那两个大哥，一个有球，一个有棍的。哎，能进吗？坏了。还好这哎，等会这边来了呀！啊，击球手来了。击球肯定来了呀。我这边是监管者的视角来了。我没看监管视角，我都估摸着要来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一踢没挽留，对不对？哎，大门冲！哎呀，出大事，出大事！这波怎么感觉？这波差不能收，差不能收，两个冲刺都要往门去守啊！一球打断。这边击球手应该是有飞轮的，撞击球，但是第二个冲刺是没有的，古董又来保三跑了呀！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记者已经活了，完了，开爆发，随便打一下去。打一下就没了。现在不是随便打一下了，这个是，哎，这确实随便打一下，被打了三下。嗯。砸，如果砸技没有苟住的话，第一只猫到木屋直接进追击的话，我觉得这局是比较容易去保平甚至追胜。对对对，其实他只因为这套阵容没有什么 OB 能力，而且使徒也不是特别怕 OB， 他只要第一波击倒的节奏不慢，就是保平真身了嘛。对，嗯，主要还是看，我觉得六可能还真不太能六。哎呦，看到了，刚想说就是苟一苟能不能苟得住，就前期他得躲。嗯，他就想配合野人的这个哨声吧，然后直接就拉点拉到爆米地去比较好藏脚印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波已经被无期透到了。这个局我觉得已经是平局往上了。哎呦，主动还吃了只猫，完了、哎、一刀，第一刀很快。打地的道具的话是比较很难去拉距离的，那下只猫只要咬到对对对对对，不够用不够用不够用，就秒了，没了呀。这边猫咬中，大不了交个移形嘛。高低差咬不到。哎哎呀，咬！哎，卡哥，好，我先发力。哎，你先发力，好。那怎么地？我再发一波力。你加油。好。这也卖不动啊，这可不是没有挽留的。对，太快了，这波。野人救人还有风险呢。打一刀野人。那还是稳定救下来了，血线不怎么卡的情况下上个猪也没什么 OB。 先打个，我觉得求者这边已经可以开始想保平了，想保平的。 对，不要再让小比分的一个劣势继续扩大。对对对对对，想 OB， 想再拖一只猫。
再拖一只猫，炸猫就行了，炸猫就没事了。沉默掉就好。确实有点难打，毕竟他是无期，对吧？他平常他排位打的都是什么？都是职业级别的对手了。是，那这波看到海侧密码机在修，在确认木屋在修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拉出去了。是，都没有撒手的话，很容易被监管捕捉到所有人的位置信息的。对对对，那可以杀出去了，杀出去了。不过他这波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，他其实。出击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点，我们上帝视角来看。嗯，对，可能是木屋它前期摇摆不明显嘛，然后大门的话，机子的一个进度决定摇摆的一个幅度。那这波的牵制，大门的话就很确定大门那个人不会来救，然后双十一这边壁纸没心跳，可以一个跳。哎呀，这边的话成移形加猫打一刀。看这波病患的牵制决定了这把求者能不能保平啊，因为他需要再牵制，我觉得最起码40秒。飞行家得把自己弄成亮了。对，哎呀，被挡了。其实我觉得他翻下来第一时间就得捏着钩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人家跟过来就直接往前交钩了。对。那这样的话是个多抓局。野人骑猪赶路，但是野人这局要补两台，飞行家很难受，一没化险为夷，二是他得卡满，卡半的话没有人能二救了。这好像是一个破财局，夜宵局。好，好，大帅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、钱包受苦局。哎，有无伤机会吗？难道有吗？还行，可以打，想扛一刀没能成。这个飞轮没交出来太可惜了呀，病患这波飞轮交出来随便来一个小短钩，因为猫是指回来的啊。对，这波猫躲掉的话就没有猫了。对，就能至少能溜到下一只猫。好，嗯，但求生者也是怎么说呢，秀了小一波吧，秀了小一波，还是有点危险，说实话指回来直接过板打一刀救不了了，救不了了。哎，两晕。好，他转板子可以，但他得转左边那个板子，不能转右边那个板子。野人怎么办？骑猪过来修。哎，毫无办法，真的把这个战局拖长一点，但是骑猪过来的话，直接就是四抓了。就是当。我看到这边使徒看见杂技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把使徒输不了。后面的话呢，就是一个标准的使徒滚雪球啊，在防守端滚起雪球，这就是 S1 使徒的实力。是的。抓大副吃亏，抓大副呢可以就是闷掉一个薄命，但是抓大副花的时间差不多三台机起步。这三个破译速度可不慢啊。万一飞行家手里也捏有一手薄命，这个大副就追了就血亏了，套上个薄命下一波救人可能这机子够了。我们这边看比赛啊，三个双弹飞轮。嗯，感觉他们昨天也是这么个战术。对，就是赌第一波溜起来嘛。看一下他带不带风窗吧，这边藏红光绕过来。哎，一个回溯，拉近身距，要准备逼道具了，三万博弈，可以，那一个三连喷至少能先进鸟笼。哎，但这个喷是不是时间有点？对的，而且打断了道具，很亏啊，等于是交了两个道具还可以刀。是他这波就是感觉好像可以早点交，然后接拉拉队员的一个技能。他省了。他想留悬停，其实悬停是最需要交的那个东西，他可以不需要拉拉的辅助，但是哦，第一波直接交大喷，就悬停加那个喷，直接拉开一波距离。对，到鸟笼，嗯，还行，这个砸板就相当于把前面的多吃了一刀。对，哎，飞轮，哎，飞轮，哎，预判一下悬停，一个悬停，哎呦，可以哦，可以，秀回来了，秀回来了，然后拉拉队员这边再给波加速，但是好像
作用不是很大啊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倒地时间，三台机加起来算两台总量的话，其实这个倒地时间还是不足以支撑求生者争胜，保平也够呛。嗯，是的，干扰了两个破译速度快的。对，这里大副，大副没有想要过来救人，这边是拉拉队员来救吗？对，要减速哎，双倒的概率无限大。焦飞轮过来，那先弹你一刀，看一下能不能反弹，嗯，拉一下再来个窗弹，还是被架回来了。勘探有想法，要保。勘探员有想法就必须保了呀，这一波是完全不能接受这个双倒的，勘探员这边还得再打吧，至少拖个拉拉自愈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撑不住了，没道具，嗯。保不住，两台。这个剧的强数之处就强势之处就在于它推击很强。哎呦，哎呦，解擦了，完了，我的钱包又不保了。那这局的话，又是一个，又是一个破财局。对，无限接近于四抓的。又是一个破财局。这一波的话，密码机还差两台，勘探员还得先跟拉拉互摸，大副必须卡死一眼，套个薄命。要不争取跑一个吧，争取跑一个，好不好？别的不要求，争取跑一个。哎呦，哎呀，谢谢 Nico 的墨镜啊！这个咱们总共一份夜宵66，你送个墨镜10块钱。你这夜宵就大幅缩水了，大家收到礼物就说一下，收到就可以了，不要送礼啊。我们这里就把将来我们送666的时候，你再来送礼好了，好吧？等到我们直播间做大做强。那还能打吧？有闪了呀，状态补满了呀，就相信对吧？万一无期闪现撞墙的，对不对？小马哥还闪现撞墙的女鬼。大哥，要不帮我一起祈祷一波？我别的要求不高，我就要求跑一个，行不行？好，那你先发力啊！哦，我先发力。这一把闪现大富有怀表，要不提前交了？怀表不要省了，闪。骗回速吗？哎，交了。哎，交这个交的时间点好像也有点亏。监管有点亏。对。他想再回来钓鱼，让他后面的表不摇。哎。看一下第三段摇的一瞬间闪出去吗？敢不敢闪？感觉能摇到，完了，要不撞个墙？要被牵制起来了。哎，机子差不多了哎。对。哎，可以。吴奇老师，你不会为我在省钱吧？哎，这波大副扛住了，然后主要是确实花时间追大副，感觉。有点亏，那这拉拉队员不交闪现，他必然倒不了吧？这拉拉队员吃闪倒地，小门很难赶得来的。对，哎，还挺来得及的。门刚开始点，有机会吗？大副点门，勘探员顶出来拦一手。哎呀，来不及好像。看能不能拦大副吧。啊，能不能再多留一个？能不能再多留一个？有机会，勘探员。还有紫点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兄弟，别搞了，跑一个挺好。哎，好，出去了。哎，完了，出去了。完了，兄弟，有的，谁说的有？啊，还是还行，吓一跳！哎呀，66啊，这个人头，把人丢下来的话能四抓，对，有点点可惜，有点点可惜，嗯，不要笑嘛，对不对？毕竟这关乎着我的钱包大计呀、啊。兄弟们赚点钱不容易啊！啊，博士啊，博士好看。哎呦，哎，
我们的夜宵杯居然能看到博士啊！三连的话，可能得往大门冲。嗯，应该是控三连的。就抓记者，记者的话能六啊，我觉得是能六的。啊，他想套路一下，看一下鸟笼有没有人想修。那飞行家这里很谨慎，第一时间没给机会。哎，记者的话，博士不太好抓。哎呀，这个记者博士就是，只要是熟练手，好像感觉这三个娃都能扛到你刀啊。对，而且改版以后能四个娃都来牵制。对对对对，改版以后还能再加一个娃。因为他的娃的话没有必要留着了呀，嗯，救人娃对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对对，娃娃什么时候来个能摸人，那厉害了。哎呀，真没办法。啊，骗板子吧，骗板子，然后把他。他这边是打一个涌动出来，骗板子下掉第一刀。这种封闭板子还比较怕阴人。哎呦。又拖一波，已经快三台了哦。对，他其实怎么说呢，上来抓勘探抓画家都蛮香的，但是抓这个记者那就真的只能看。哎，关键鸟笼这台机子要被修掉了。是，这里记者飞轮终于开了第一刀。鸟笼这台机子如果被修掉的话，其实三连就不太好控了，因为剩下的这台大门的机子太远了。对，两满一窗那台，啊，想骗，可以骗过来了，双弹，嗯，好的，要合窗刀，保平还有机会，保平还有机会，多抓比较难，保平没有用啊，他需要三抓才能打到 BO3， 其实三抓对于他们来讲也完全不够用，劈不过去。双弹飞轮是很克制博士的，对，这把这个博士呢也算是赌了一手，但是确实只能说求人这边，哎，飞轮这个刚好是个记者，你但凡勘探员画家我感觉还是很好击倒的，稍微好这一点。嗯，那这波其实另一边都摸起来了，连勘探第一刀都没拿到。对，求者这个时候外面补补状态，然后两边各起一台机子，慢慢拉就可以了。啊，已经转起来了，已经转起来了，转起来了。现在就是大帅骑到别别四跑去。不要这么说嘛，我是这种人吗？不要四跑，不要四跑。我是这种人吗？我说的猪做得到，不就是区区六十六红包，六十六夜宵，又不是六六六。哎呀，哎呀，还好他们这个搏命角。最恐怖的是什么？他现在根本找不到记者。啊、开门站的时候，可能所有人都是一倒，就是除了记者以外，所有人一倒，那怎么办呢？画家甚至过来气化了，真有四跑的可能性。这不画家可以帮忙扛了，帮忙扛了。画家帮忙扛，外面的机子已经差不多了。但画家没有大心脏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扛就行了。嗯，扛一刀，别扛两刀嘛。啊，飞行有心脏，让他先击倒飞行。好慌啊！头，哎，抓记者吗？抓记者吗？记者。你看一个娃娃又哎，这边画还刚好抓了个时机交了幅画，他只能去管勘探先，但是勘探一倒，勘探他得打一个实体刀，地窖就在女神像，慌不慌大帅？还行吧，还行，哎，没事，给我倒。哎呀！哎呀！还有飞轮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爱，小兄弟懂不懂事？隔窗刀没有，小兄弟你懂不懂事？封地窖啊！这个小兄弟不懂事啊！